水蓝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哎呀，像我老张，这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再加上我的退休金，我终于有了一个安乐窝啦！哎。这个歌好听啊。哎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跟你讲哦，你入厝的时阵哦，一定该做拢无做啦，对不？不会啊，我过户手续什么都办好了。不是啦，我是讲你入厝的时阵该做遐啊，遐你敢有做？没有啊。所以讲啊，恁这乌仔拢无咧信真，遐吼要入厝进前，就爱先拜这个地基主，拜好了再搁拜四方。四方是什么呀？啊，好兄弟啊！哦，而且哦，迄对方若伤强的时阵啊，咱就搁用迄阳气安尼甲压过去。阳气啊，嘿，阳气对，咱人啊坐吼，迄阳气就旺，啊旺的时阵吼，迄对方就唔敢出来，嘿，啊咱搁甲施一个法力吼，啊就对方就散。没问题啊，安尼就没问题啊。恁大家门口等领钱吼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这个是给他们的。哦，这王是交给你的。哦，哈哈，汤仔，汤仔，哎，大舅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哎呀，
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老板说啊，女人阴气重啊，一碰就不灵了，她一定要像我们阳气重。哎呀，我想赶我，还跟我行道？这不是，哎呀，应该的，姑奶奶。你想赶我走吗？不用，我是我。你想跟我争地盘，住在这儿？你别想，给我出去！可是，姑奶奶啊，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在这栋房子上了，你让我出去，我上哪儿住去啊？你可不可以让我把房子租出去，至少还有点收入嘛，是不是？给我滚！好，我滚。我说现场老弟，美月妹子，我这栋房子刚刚装修完啊，而且还添购了一些家具呢，最适合你们一家三口这种小家庭了。张大哥，哎，还要多远啊？哎，不远，就在前面。哦，来。哎，就是这儿。来，抱。我们先参观一下，院子啊。哎，哦。这院子还真大，嗯，看来要花点时间布置整理一下。嗯，对，你们还可以种点草啊、花什么的。张大哥，哎，你刚刚带我们绕了一圈，都是看院子，你不带我们进屋里去看呢、啊？要进屋看。对啊。当然要进屋里看一下。啊，当然要进屋啊，那就、进屋了啊。哎，来了，来参观了。啊，进来喽！哎，来，请进啊！哎，来，请进。哇，美月啊，这客厅还真大哎。我就是嫌这客厅大了点，我们俩工作都这么忙，有时候还把工作带回来，哪有时间打扫啊？我有空的话也可以帮忙啊。你少来！妈妈，有电视哎。是啊，哎呀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款式，我看了好久啊，我才下狠心把它买下来的。张大哥，嗯，你好像很舍不得这台电视哦。当然了，我是说这么好的家，一定要配上好的家电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你看这些家具啊，哎呀，都是新的。哎，张大哥，哎。我们可不可以去房间看一看？当然可以，来了就是要参观嘛啊！房间在那边，你们自己去看吧啊！谢谢。哎，对，就那间。Yuki 家。张大哥，您点收一下。啊，谢谢。安安，你怎么有这洋娃娃？那里。哎，是我。是我，我准备好了要送给他的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呀。本来就想把房子租给带有小孩的家庭嘛，啊，我当然会准备份小礼物给他了。张大哥，哎，谢谢啊。哎呦，哪里。张大哥，那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，晚一点再搬过来。哎，好，那就这样了啊。好，再见。
待会儿见啊。好好，慢走啊。妈妈，我想叫她美美。好，你就叫她美美，乖哦。安安，你没看到妈妈在忙吗？出去找爸爸，不要一直跟着我。可是，安安，人家肚子很饿嘛。好啦，我去帮你煮面，你去看电视。吃泡面啊？要不然呢？想吃满汉全席啊？哎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去污粉啊？去污粉就在那底下啊。哎，帮我看一下火。哎，怎么会放在这里呢？大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电话？哦，信昌跟你讲的，入错仪式。哎呦，大姐，你也知道我们不信这些啊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谢谢大姐，再见。可以吃饭了吗？我肚子好饿哦。可以吃了。真的啊？嗯，好好好。煮面还不成呢。好，来吃面了。安安啊，爸爸今天帮我们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哦，他煮面给我们吃，哎，快给爸爸亲一下。我一时能清干净了，就偷笑了。你还不承认啊？不承认就算了。哦，吃饱了，真不想动哎。好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嗯，你们慢用，赶快吃啊。跟爸爸说晚安。晚安。美月的动作也真快，水也放好，温度也刚刚好，真好真好。算了，还是明天再洗吧。信昌，信昌，干嘛啦？你听啊，好像有水声啊。哎，哪有啊？真的啦，信昌，真的有哎，去看看。
好啊？连碗筷都帮我洗好了。没有啊，用过的碗筷不是一向都放在水槽里，第二天再洗啊？结婚到现在，你什么时候看我洗过了？那不是你洗，又不是我洗，难道是鬼洗的哦？是哦，是哦，是好心鬼。睡觉了啦，明天还有工作要做呢。你快点吃，妈妈还要去上班。快点啊，不然会来不及上课。把这喝掉。我没上过幼稚园，我不想去，我留在家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已经五岁了，当然要上课。如果不好好念书，会跟不上其他同学。阿公家隔壁的阿用都不用去上幼稚园。哎，我们这里是台北，又不是乡下。好了，来，快把书包背起来。哎，还有你，时间快来不及了，你不用上班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不用管我了。我跟安心走喽。上课喽，来不及喽。哎，张大哥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知道你们夫妻俩没有时间忙嘛，我帮你们打扫打扫啊。张大哥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嘛，啊。你们昨天睡得好吧？睡得好啊。奇怪了。你们不是赶时间吗？上班了，上班了啊！张大哥，您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会过意不去的。哎呀，这是什么话呀？我是房东，这是我该做的。你们再推辞啊，那就是嫌弃我了。不不不不不，那这一切就麻烦你了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上班了，上班了。跟张北北说再见。再见再见再见，张大哥再见啊。好好上课啊，好好上课啊，再见了。还不进来打扫。我今天不舒服，改天可不可以啊？哎呦姑奶奶，哎呦进去更难受啊。每次都这样，要恩仇也不早讲，不然我也可以请大姐帮忙带安安啊。对不起嘛，安安也已经五岁了，对不对？你煮东西给她吃，然后让她上床睡觉不就好了吗？安安啊，爸爸妈妈要出去应酬，等一下吃完就要早点睡觉，这次的应酬不能带小朋友哦。妈妈，可是安安……美月啊，已经快六点半，来不及了啦。别催了。安安，妈妈有把电话号码留在电话旁边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打给我，可是如果没有重要事情就不要乱打哦，不然妈妈会生气哦。美月，快点啦。知道了。安安，快点吃面，我们先走咯。乖哦。再见。快吃面。什么是应酬？好像有很多东西可以吃，好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哦。妈妈有把电话号码留在电话旁边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打给我，可是如果没有重要事情就不要乱打哦。
信昌，怎么会有女人的歌声？是，好像是从那边传出来的，我们去看看。这旋律好熟哦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，是桃太郎了。我小的时候，我阿爸常唱给我听啊。噔，什么桃太郎？我还阿里郎嘞。我们先去找歌声从哪里传出来的，走啦。安安啊，刚刚外头打雷闪电，自己一个人在家怕不怕？不怕，我有卡奖阿姨陪我。卡奖阿姨，安安是不是又帮美美改名字了？不是啦，妈妈。哦，是做梦对不对？好啦，快睡觉啦，明天要上课呢啊。林信昌，你明天要出差哎，行李都还没有整理，难道我弄啊？美月，我的好老婆，谢谢了啊。哎，就你要出差，我不用上班了，你自己起来整理。起来啊。那。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够了。你好了，睡觉。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你变成一个鬼，好可怕。说什么？睡觉睡觉。爸爸说再见，爸爸拜拜。
拜拜，来亲一下。嗯，乖。我们走了。有事打电话。再见。妈妈还没来，我们到办公室等好不好？安安乖，妈妈。老师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安安每次都是最后一个。没有关系啊，林太太，安安她很乖。嗯，不过她今天踢了班上的小朋友。真的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们安安刚从乡下搬过来，她的行为是有点野蛮。妈妈，是王胜成他先说。好了，林安安，做错事情还狡辩。不是啦，林太太，安安虽然踢人，不过被踢的小朋友态度也不好啊。我想可能是安安刚换了一个新环境，所以还不太能够适应。老师，真的很抱歉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动手打人就是不对，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安安的。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谢谢老师，我先带他回去。嗯，跟老师说再见。老师再见。拜拜。老师谢谢哦。嗯，走了。安安，妈妈之前是怎么跟你讲的？去学校呢，就好好认真上课，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？妈妈，是王胜成他先说的。可是我不是有跟你说过，不管怎么样，动手打人就是你不对。我没动手，我是动脚。这有什么分别呢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明天去学校马上跟人家道歉，不要让人家说我们是没有家教的小孩。我不要。说什么啊？我不要道歉。再说一次。我没有错，为什么要跟王少成道歉？林安安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讲话，你把我当成耳边风是不是？我叫你明天去道歉，你就去道歉。我不要道歉，我不要道歉，我不要道歉。林安安，阿公阿妈是怎么教你的？把你教得这么野蛮。好，你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。ゆきちゃん、イベがりぱ。来、母ちゃん帮你洗身躯。昨天是你自己洗澡睡觉的。客家阿姨说妈妈很累，先让妈妈睡一下，她就带我去睡觉，带我去洗澡，还唱好听的歌给我听。安安，妈妈是很认真的问你，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我是说真的。到底谁是客家阿姨？就是一个会常常来陪我的阿姨，我没骗你。好了好了，快把早餐吃完，我们要去上课了啊，快点。
下班了，美月。总经理，这是明天开会要用的，可能要麻烦你辛苦一点，要加班喽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哎，美月。啊。下班了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呢？吃饱了再回家做嘛。哎呦，不行了，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安安下课。那好吧，我们去吃饭了。好，再见，走了。你们去吃饭啊，再见。安安，是你说不想吃牛肉面，妈妈才买炒米粉给你吃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吃不下吗？想吃妈妈煮的蛋包饭。安安，你也知道爸爸妈妈工作都很辛苦，所以没时间做饭给你吃，可是你也要体谅我们呢。这样好了，等明天爸爸回来，我们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快点吃。安安，我知道我们都很努力赚钱，都没有好好陪你，可是我们赚钱就是希望给你好的生活，让你以后能够读好的学校啊！你一定要懂事，要乖乖的哦。嗯，好啦，快点吃，吃完叫妈妈。人家想吃蛋包饭。Yuki 酱，这是你最爱吃的蛋包饭，我叫张叔叔煮给你吃的。我妈妈说不可以随便吃别人的东西，而且我叫安安，不是叫 Yuki 酱。要不过你不是不爱吃便当吗？你就吃一嘴啦。很好吃呢。他讲我可以给我吃点吗？你总算肯给我卡奖了，这都是你的，赶紧吃。有气吃，我还有气吃。这个，他叫阿姨叫张北北做给我吃的。他叫阿姨不是妹妹，妈妈你不要再搞错喽。那他们在哪里？他叫阿姨走出去说等一下就会回来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门明明是我锁的，有人出去应该会听到声音啊。可是他叫阿姨真的有开门走出去啊。我去开。安安，我敲。李星辰，干什么啦？妈，你找到爸爸了啦？我敲了半天门，你也不来开，还敲我的头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进去。关门关门。星辰，怎么样了？你头没事吧？啊？没事没事。你不是说你明天才要回来吗？我想要赶快回来啊，我赶了两个通宵，才把工作做完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安安最近真的很奇怪，他跟我讲说老张带了一个卡奖阿姨，还有什么蛋包饭，还有我跟……哼，每次讲到工作以外的事情就这样。什么卡奖阿姨，蛋包饭？什么？上班了，赶快叫安安起床。什么上班了？睡觉睡觉，睡觉啦。睡觉。嗯。哎。哎。哎，早啊。哎，张大哥。哎，张大哥早啊。哎，早早早。不好意思啊。
又让你来帮我们打扫房子。哎呀，改天一定请你吃饭啊！这是什么话呢？反正我是房东嘛，没事没事啊。张大哥，你昨天是不是有帮安安煮蛋包饭啊？啊，蛋包饭啊，那是我最近啊在练习怎么做蛋包饭，所以昨天晚上偷偷做了一份给安安尝一尝。谜底不就解开了吗？老是怀疑东怀疑西的，也不知道你在怀疑什么。那卡酱阿姨呢？卡酱阿姨啊，那是我内人啊。哎呦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赶快上班吧。啊，谢谢啊，张大哥。再见。哎，安安啊，好好上学啊。再见。再见啦。难道他们看见了？山顶洞人，你刚才唱怪怪歌还偷讲方言，我们都有听到哦。我是林安，不是山顶洞人。就是就是，还不滚回你的山洞去。对，山顶洞人，滚回去。山顶洞人，我不是山顶洞人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山顶洞人。不要吵啦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安安在地上？老师，他刚才偷偷在讲方言。我没有讲方言，我是讲台湾话。老师，你看，他说台湾话，还说不是方言，台湾话就是方言呢、啊。好了，小朋友，你们现在都回教室，乖，快点回去。安安，来，起来，有没有怎么样？好了，安安，乖，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老师为什么不能讲台湾话？我跟我阿公阿嬷也都是这样讲话的啊。没办法啊，这是园里的规定啊。好了，跟老师回教室好不好？嗯嗯，走。好累哦。回来了。林安，你给我过来。哎，我叫你到学校要好好听话，你为什么跟同学吵架？他们笑我，还有不能讲台湾话。现在每个学校都规定只能讲国语，你就讲国语就好了。安安，你知不知道妈妈工作很辛苦啊？你就不能体谅我一点，做一些会让我开心的事吗？我可不可以不要上学？你怎么可以不上学呢？你知不知道爸爸付了多少钱让你进那个幼稚园？那可是别人想挤都挤不进去的好学校。哎，我不要上学，我不要上学。你再说我打人喽。美月啊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你看这相框的裂痕刚好在我脸上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什么怎么样？我总觉得好像针对我来的。拜托，只不过是种巧合好不好？干嘛那么认真啊？可是我总觉得怪怪的。相框坏了就拿去换好不好？这点小事干嘛疑神疑鬼的？你以前都不会这个样子的。你还敢跟我说以前啊？以前安安住在爸妈那边的时候，你每天只顾着工作，什么事都不用做。现在好了，安安接回来，你还是一样，什么事情都是我在做，而且安安还是每天我接送，你有没有体谅过我啊？好好好好，老婆你辛苦了好不好？我们早点休息了，睡觉睡觉啊。好啦。Yuki 酱，叫你娃，你是安怎？还袂困？是毋是电费伤光？卡酱阿姨明仔载若要去上工，毋知要偌好。Yuki 酱，
读册真重要啊！你若是无去好好，真侪物件你就学袂到哦。我可怜的尤其酱，是不是得好好去哄欺负？哈、嗯？好好，你莫去好好。你想要学啥？卡酱甲你教。你啥物所在拢莫去，好不？卡酱阿姨。为什么你都叫我尤其酱？我叫安安呐。尤其酱，你袂记得我教你日文哟？我是你的阿母，所以你爱叫我卡酱，不是卡酱阿姨啊。但是我已经有妈妈，我叫安安。因为你是我尤其长子，所以你才会回来。回来我身边，来，给我一声卡酱。卡酱，摩摩大路上，摩摩大路上，好奇心你自己打。来不及了。哎，安安，快点起床，上课来不及了。来来来来，妈妈，安安不用换衣服，卡酱阿姨说安安不用去上学。什么不用上学？快点快点，我没时间跟你耗了。怎样，不上课想去当乞丐啊？我不用当乞丐，卡酱阿姨会教我读书。来来来。哦，你的美美会教你读书写字，我看路边的野狗还会教我怎么赚钱呢。哎，你维东呢？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他讲阿姨不是美美，她真的会教我读书。妈妈，我真的不用去上学。哎，你到底跟谁学的？才五岁就会撒谎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没空跟你算账，等晚上回来你就知道。你书包嘞？不知道，奇怪，哎呦，怎么会在那里？我不要上学，我还没绑头发。来，坐下来，我帮你绑。好了。我不要上学。我真的没看过像你这么不听话的小孩。安安，快点，动作快一点！你拿着安安的娃娃干嘛？啊？啊？什么？啊！一大早就鸡飞狗跳的。我不要上学。走，快点走！你要自作聪明的下场，就是没有早餐吃。哎哎，美月啊，你带着报纸要去上班了？哎，我的文件嘞？哎呀，我刚刚明明放在这里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有看你拿出来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放在哪里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下午还要做汇报哎。奇怪。那我先带安安去上学咯，你再慢慢找。安安走了哦。总经理早，早。美月还没来啊？总经理，她还没到。总经理，对不起啊，我迟到了。总经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马上就好。哎，谢谢啊，来，谢谢。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份月报表，公司这个月的营业额。进来。总经理，美月电话。陈秘书，麻烦你跟他说我在跟大家做报告，等一下开完会再打给他。总机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幼稚园老师说你女儿她……总机，把美月电话接过来。
美月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大家先看一下报表，我马上好。喂，老师啊，我现在在开会，能不能晚一点再说？安安他从一来到学校就哭个不停，怎么哄他也没办法，只好打电话给你。林太太，你能不能抽个空来接他啊？老师啊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要不然你再等一会儿，我晚一点过来。那请林先生来好不好？啊，信昌，他现在在吗？老师，我现在就找人过去接他，你稍等一下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总经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大姐，帮帮忙！好家伙！大姐，哎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哎，美月你来了哦！舅妈，乖，来来来来来。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每次都麻烦你。哎呦，不要这样讲啦！哎，是讲美月哈，安安最近吼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哈？大姐，什么意思啊？无啊，阿朵伊之前来阮家的时阵啊，好拢足活泼足开心的呢。啊，不过伊今日来吼，一句话拢无讲呢。我看吼，肯定是捡什么歹物啊刷掉啊。我是说，杰大师哦，足厉害的呢。大姐，他可能只是刚搬来这里还不习惯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带他回去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哎，来来来，跟舅妈说再见哈。舅妈再见，阿妈再见。再见再见，跟姑姑说再见。哥哥再见，哥哥再见。嘿，安安再见哦。哎，卡西里耶哈。舅妈再见。好，乖哦，再见。谢谢啊。哎，美月阿伯哦，到底有在关心安安不？哼，找他遐尼关嘛，唔知要创啥。安安，上学读书是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可以因为小朋友讲你几句就不上学了呢？安安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在幼稚园做的事很丢爸爸妈妈的脸？学校的同学都好坏，我不要上学。你不上学怎么出人头地呢？安安，你不上学怎么读书认字啊？这对你的将来很重要哎，而且爸爸妈妈要上班还要工作，你不上学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呢？我有卡奖陪我，他会教我读书写字，而且我也会写，我写给你们看。安安，是谁教你写日文的？是学校教你的吗？是卡奖，是卡奖。林安安，我不喜欢说谎的小孩，你给我说实话。安安，诚实是做人的基本道理，爸爸不希望你这么小就会说谎。我没说谎，我是说实话。林安安，我现在不跟你追究，你马上去睡觉，明天给我乖乖的去上课。我又没说谎。好了，妈妈说去睡觉就去睡觉。安安在房间里偷哭，哎，我们这样不理他好吗？好啊，就让他哭啊。哼，我每天这样被他捉弄，让我睡觉的力气都没有。你怎么越来越没有耐性了？那换你来带他。哎，我每天还要上班呢，你知不知道他每天在学校惹事，我叫他吃饭他也不好好吃饭，我还要工作。哎，要不然你来试试看啊。好好好，是我不对好不好，不要生气了，睡觉了。以前都不是这个样子。Yuki酱，Yuki酱，乖，哦，哦。
Yuki 酱，你是安怎啦？卖哭卖哭，你哭脚掌心要疼呢。佳强阿姨，跟爸爸妈妈讲是佳强阿姨教我，你拢不是。我知影，佳强拢知影，佳强会保护你。乖，快点睡，我唱歌给你听。美月怎么还不来啊？那打个电话给她好了。喂，什么中午啊？现在清晨五点啊？已经十一点了，还不起床啊？真的假的？好，我赶快起来。哎，信昌，快起来啦，我们迟到了，已经十一点了。什么？哎，为什么现在才叫我啊？那安怎么办？要不要帮他请假？我们两个都要上班，哪有时间照顾他啊？还是让他去学校。怎么了？哎，门怎么打不开啊？我来，我来。安安。去医院吧。哦，来，带你去看医生啊。医生，安安怎么样？只是感冒发烧，吃点药就没事了。谢谢啊。安的精神状况没问题，这是小孩抗拒上学的精神反应。精神反应？他不是说有位卡着吗？应该是他太寂寞想象出来的。小朋友换个环境不适应，很容易就会有想象的朋友，等他大一点自然就没事了。当然你们可能就得辛苦一点，多花点时间陪他，或者让他多跟熟悉的小朋友接触，像是已经玩得熟悉的邻居或是亲戚的小孩。给我听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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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跟美月就放心了。是啊，看到这几个孩子生得这么欢喜，这样之前是我想太多啦。你之前你想什么？就没什么啦，大姐只是担心安安之前太安静了。啊，是啦是啦。给我还给我。阿勇哥哥，快把妹妹还给我。哎，还给我。小朋友，把娃娃还给安安好不好？不要！我再说一次，把娃娃还给安安。我才不要！除非你用玩具跟我换。好啊，你喜欢这个吗？
哎呦，阿贤哪哟？快买呀，快买呀！哎，阿贤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快点！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阿人嘞？哎呦！你怎么上去的？哎呦，要死！哎呦，你背后你管要创啥？啊，你无来无去，背后你管要创啥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哦，你这个囡仔实在是，为头发费力顶管，无你怎么想怎？参加世界奥运，奥数文科才好背哦。啊，不记搞落来。好啊，好啊，慢慢啊啦，来，先来，先来。先把我抱上来。来啦，皮毛是皮甲进行的。好好好来，卡细字的吼。实在我够优秀的你。危险啦，知影无？危险啦。好啊，慢慢啊啦。好啦，等下等下。我要回家。好啦好啦。大姐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无要紧啦，囡仔人吼就是爱耍，回家就没事了啦，吼，没事了。好啦，明仔再过来啦。好，好，来，再见再见哈。再见再见。好。啊，到底是安怎哈？看到歹物影哟。等下找去收件啦。哇，好闷哦，开个窗户吧。来，嘿咻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玩啊？今天？好玩。嗯，有没有被阿勇哥哥吓到啊？没有啊。安安，阿勇为什么爬到柜子上去啊？阿勇哥哥好坏。都抢我的妹妹，然后呢？然后他怎么样？他怎么了？就飞上去了。安安，你累喽，早点休息好吗？好想睡觉喽。来睡觉喽。乖，赶快过来。来，来躺好喽。晚安了哈。晚安。Yuki 姐，阿勇，我替你教示过啊，伊以后唔敢欺负你啊。Yuki 姐上爱的妹妹，敢再无代志？我知影，卡酱拢会教我斗三工，多谢卡酱。Yuki 姐，你阁讲一摆，用日文教我讲。阿你爱多卡酱。我爱 Yuki 姐。你总算回来啊！你回来，尤其姐。卡加伊玛卡姐。尤其姐，我教你耍一项物件，叫做宝贝。啥物叫做宝贝？这个宝贝啊，就是卡匠甲尤其匠斗阵的代志，这就是咱的秘密。宝贝就是讲，你袂使甲别人讲我的代志。同款的，卡匠嘛袂使甲别人讲你的代志啊。会使甲爸爸妈妈讲无？拢袂用讲啊，讲出来就无算是秘密了，知影无？好，安尼卡匠，你就是我的秘密。你。嘛是卡匠的秘密。哎，信昌，要下雨嘞，安安房间窗户还没关。哦。窗户打开的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嘘，睡，折腾一天大家都累了，早点睡吧。啊，好。卡酱，爸爸妈妈拢去睏啦，我足乖，我拢有宝贝的，我阁无想要睏。你刚刚在跟谁说话？没有啊，安安好累，安安要睡觉了。哎，大概是我们听错了啦。走了走了。
好累哦，没想到假日比工作还累。哎，新昌啊，我们搬家好不好？搬家？住得好好的，干嘛搬家？可是我总觉得怪怪的。有吗？你看我们第一天搬进来好了，你说泡面不是你煮的，然后嘞，我也以为洗澡水是你放的，结果你也没放啊。然后什么洗衣服、洗碗这些工作，通通都有人帮我们做哎。那不是很好？你看啊，打扫的时候有老张，还有人帮你做家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上班的话，简直就是少奶奶了嘛。什么少奶奶？哎，我是说真的，你不要在那边五四三了。最怪的就是你的脾气变暴躁了。你说什么啊？没有啊。好好好，我懒得跟你计较。哎，还有，你不觉得那个老张太热心了吧？是没见过这么热心的房东了，但是我想应该是他退休了太无聊，想找点事情做做吧。哎，那阿勇今天爬上衣柜的事怎么说？那倒是蛮离奇的哦。就算他再怎么调皮，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啊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，我刚刚明明记得我有开窗啊，但是一回头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我真的觉得很忙哎，新昌，我们搬家了。先别急嘛，等明天我把张大哥约出来了，问清楚状况，啊，再做决定嘛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睡觉了啊。这房子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啊？哎，我还求他千万不要打扰你们，没想到他居然说话不算话，你看看他这。张大哥。你怎么不早点说啊？我能说吗？我阿勇讲吼，伫内底有看到鬼呢，唔知啊，敢是有影的？来了来了，嘿嘿，大姐你怎么来了？嘿，来给恁看麦啦。大姐，你在看什么？啊？没啦没啦，安安呢？安安啊，在房间，叫他出来，死都要待在里面。哦，安尼哦，无我来甲看麦啊啦。啊对啦，这水果吼，我早上有拜过恩主公啦，啊，食破皮的吼，一定爱吃呢哈。谢谢哦。你是不是看到？哎、欸，安安，啊，你不是爱吃苹果？阿公哦，有买苹果给你吃，在客厅呢，我们去吃嘛。娘，大姐吃水果。大姐，你怎么连皮一起吃啊？安你吃较好吃啦，还够肥肥啦。美月，我回来喽。新昌，你回来啊？是啊，今天你来有闲来啦。吃饭啦，就今日阿健生日吼，我要去吃饭，你做伙来啦。生日？对对对对对。阿健生日，不是顶礼拜？不，无喏，顶礼拜吼是阳历啦吼，啊今日吼是农历啦吼，做伙吃饭啦，今天就回来，今天就回来。好好好。我很快就回来啦。今天来，今天来，然后今天来。哦，姐啊，你是在干啥啦？阿健呐，找安安继续玩啦吼。哦，安安去找哥哥玩。跟哥哥进去玩。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今日哦，想袂到阿勇讲的拢是真实的啦。大姐，你说什么？阿杜哦，我今日哦，一日进安房间，都看到迄个啦。你看到什么？啊！对，阿伯那查某都鬼啦，哦，吓死我！阿弥陀佛。其实我今天跟房东见过面呢。他说他也见过那个日本女鬼。那他怎么不早说啊？哎呦，你拢唔知我妖秀，迄女鬼哦，我恐怖，你知影无？我一日去暗房间哦，哦，伊就酸一下，哦，我甲常常去遮尔啊紧呢，啊，迄两粒目睭哦，下边水个牛腩糊啊啦，啊，遮尔啊大坑啦，哦，啊，佫有喙齿，遮尔啊长啦，哎呦，你拢唔知影。
可能是你姊夫打电话来，我来接一下啦吼。喂，那讲下，喂，啊，唔着讲话，喂，你做嘛小无用的，你哦。什么时候让他们一家三口回来？拜谢啦，我们吼，现在就出那个换好水果啦吼，很快就回去了啦吼，很快啦吼，拜谢呢吼，拜谢嘿。电话来啊啦！伊是谁啊？啊，都迄个女鬼啦！哎，啊，伊要哪知阮家的电话哈？啊，搭即摆的女鬼哦，拢会卡查号台有啦。姐啊，啊，恁家的电话都搭伫阮家的壁顶啊！哎呦，夭寿！你规日甲阮家的电话哦，做一个空包挂伫恁家门口好啊啦！姐啊，我哪知影鬼会卡电话啦？哎呦，大姐，那他要干嘛啦？伊就问我讲哦，恁当时要转去啦？哎呦，到现在是要怎啦？好，这样下去怎么可以？我一定要找大师来化解。哇，我现在一个大师啊，伊的道行哦，足悬的啦。伊若来吼，绝对无问题啦。我跟你讲，你放心啦，只要伊肯斗三工。喂，大师哦，嘿啦，我吼是阿勇阿姐的妈妈啦，嘿。我即摆吼有一件很紧急的事情吼，你一定要来一趟啦吼，一定要来呢。阿廖，哦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透动啊！迄大师讲吼，咱即摆吼只要伫个厝内等伊哦，伊真个就会来啊吼。伊若来吼，绝对无问题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你放心啦。我都还没来啦，哎呦！来，大师，我们等你好久呢。我来给你介绍啦，我的 Yuki 酱呢？我要把他带走。这摆是要安怎啦？这女鬼的冤气很重，道行绝对不在我之下，看来她不会轻易放过安安的。大师，她要带走安安啊！美月，我们搬家，搬到乡下去好了。没用的，就算逃到非洲，她也找得到你们。听她说的话，好像跟安安有很深的渊源。大师，你的意思是我们无处可躲了？那我们全指望你了。是啊，大师，你一定要帮忙，救救安安啊！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，逃是没有用的。解铃还需系铃人。我看这样子，你们带安安跟他一起坐下来，面对面谈一谈。大师。这屋的阴气很重，他在不在里面啊？他不在，他躲到房屋洞去了。来，带我进屋再说。好，这边请吧。大师。不错，环境不错嘛。大师，他什么时候会来啊？哦，你们先进房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半夜三更跟女鬼谈判，我也要准备一下。去啊，不用怕嘛，有我在。谢谢啊，大师。谢谢。
师，大师啊，他会不会来？很难预测，不过我已经把门窗都封好了，只留下一条活门，他要来只能走那个门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不要胡乱走动，坐到我后面去。嗯。哦。张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了？是他叫我来的，他说我是房东，叫我来帮他说话。他想要说什么？他说他是小叶。我要把安安带走。不行，安安是我女儿，她没有权利把她带走。安安是我的，是我生的。不是我想的，听到没有？大师，你快想办法。要解决问题，就要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。他讲 ，Yuki 讲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带安安走呢？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安安前世是我的女儿 Yuki 酱，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的痛苦。想当年，摸摸塔楼上，摸摸塔楼上，好可惜你只给打给你能够一刀子，我打心你哭个塞呀呀里马秀呀里马秀，これから鬼の聖末に死で生きならやりましょう。哇，就搞哎！嗯，哎，他讲多少灯来呀？啥个？阿娜娜。你回来啊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杜三，你去南洋的冰冻已经来，我连伊都会走。哪会安尼？我想讲战争得要结束啊。杜三，你要去叨位？有看到雷啊！哦，咱袂使掺咧含机枪内底加菜。Yuki 酱，你大汉啊，搁知影什么叫做加菜？卡酱，到啥什么时阵会转来 ？Yuki 今嘛会晓抓鱼啊 ？Yuki 想要抓鱼，互到啥食？三叶裤。你的批，啊，是不是阿文要回来啊？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小玉可，
将尤其困袂去，到上啥物时阵会转来啦？哦，我太啰嗦。我想要掠鱼予道上食，是毋是等我掠鱼转来，道上就会转来啊？莫莫太啰嗦，莫莫太啰嗦。我就是你自己的，你别打。大娘。三幺哥，又去出代志啊啦，警队来啦。三幺哥，快进来啦！实在是太可怜了，我也很同情你，可是那是你前世的事情，安安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宝贝，我不能让你就这样把她带走。对对，她说的对，怀胎十月很辛苦啊。你以为小孩子生下来就好了吗？不需要关怀，不需要用心去了解他们的需要。对，他说的对啊，孩子不是光生下来就好，我们还要花点心思去关怀他们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是我跟信昌工作都这么忙。没错，我们也想好好陪着安安呢。哎呀，他们说的也没错，他们夫妇真的很忙，你也说过他们很忙的。难道工作忙就可以忽视 Yuki 这样的想法，让他饱受委屈吗？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孩子的想法做大人的还是要适时去了解。你们这样说根本就不公平，我们每天累得跟狗一样，就是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给安安过更好的生活。唉，为人父母儿女兄弟姐妹，只有今生没有来世，有前世没有今生。安安也好，尤给酱也好，那是前世事，与今世无关。你硬要带安安走，那岂不是破坏人家的家庭？ Yuki 酱，卡酱最爱的是谁？他
他讲熊爱又去讲。安安，那爸爸妈妈最爱谁？上班。大师啊，你真厉害呀、啊！你刚刚随便什么兄弟姐妹那一套，就把小叶子赶走了。他怎么会走呢？他要来抢。啊、大家小心一点。看、啊，我已经把活门都封住了。他在外面不容易进来，要出去也得闯过我这一关。那大师。他要是来抢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只好把他给收了。啊，这个你们带着，万一出了什么状况，就用这个把安安盖住，这样小叶子就看不到安安了。你们只要坚持到天亮，想办法冲出去，去找我师兄，他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。好，大师，听您这么说，你恐怕会心生哦。有这个可能。哎呦！开！进来这个房间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如果你骗我，我就杀了你。好好好。哎，他没看见你们。都想着只要有钱就能够让安安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未来，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安安需要的是我们细心的照顾。你们不觉得现在讲这些话太迟了吗？我不管未来，我只知道 Yuki 家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关心他了解他的卡家。啊，不不，小叶子，你把我的身体带走吧，只要能让安安平平安安长大，就算做孤魂野鬼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求求你，给他一个完整的人生，不要让他还没找到人生的喜悦就结束了生命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！太迟了。小燕子，你不能怪我，你这么执迷不悟，我只好把你给收了。大师，你放了他吧，他已
经够可怜了。如果你真的收了他，他就不能投胎转世了。小叶子，其实 Yuki 讲的死，你也有责任。难道你觉得你比我更关心安安吗？其实，你只是沉溺在你丈夫死亡的哀伤当中，因为你疏于对 Yuki 讲的照顾，导致他淹死在河边。你觉得你就比我更有责任、更称职吗？你现在又把安安带走，你要让他漂泊在永无止境的黑暗当中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只是重蹈小叶子当年死的那个覆辙啊？如果你真心的爱安安，就应该让安安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平安的长大。小叶子，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孩子们需要的是父母的呵护。小叶子，有些事情不能强求，你不要再执着了。既然前缘已尽，让该留的留，该去的去。你放掉一切吧，去你该去的地方。你们说的对，我只是一缕魂魄，无法带安安去投胎转世，只能在人间飘荡。而我已经做了游魂30年，不应该让安安去承受一样的痛苦。你们要好好照顾安安长大成人，让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。我们会的，你放心去吧。Yuki 讲，你要好好的听爸爸妈妈的话，要用功读书，做一个有用的人。有缘，我们来世再见。安安会想念客长的。小燕子，你放心去，我会照顾他们一家人，这样，啊。妈妈，安安乖哦。不早说嘛，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嘛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要扫到什么时候？门窗也破了。哎，大师，这事你也有份啊，赔点钱吧啊！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剩下都是你的了，老兄。啥？哎哎哎，大师大师！爸爸妈妈，安安，安安乖哦。